这个世界正在惩罚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。你在酒桌上拼死拿下200万的业绩，或许只能换来里的一张200元的床位。永远不要心存侥幸，我们欠下睡眠债，迟早有一天都是要还的。对健康永远不要心存侥幸。连续值夜班猝死。据现代快报报道，93年的医学规培生小顾在连续值班15个小时之后猝死，每周五到六天一个夜班，一次夜班长达20多个小时，只是小顾的工作日常。而每天凌晨2点之后睡觉。后来楚天都市报报道，武汉37岁的刘先生被确诊癌症晚期，频繁出差，加班到凌晨，酒桌上的应酬都是他的工作常态。今年年初开始创业，业务越多，应酬越多，压力也越大，抽烟喝酒熬夜是他生活的常态。他平均一个月会出差5次，每天凌晨2点之后睡觉，最平第一次他连续工作了70个小时。三，经常熬夜排练。2015年1月16日34岁的歌手姚贝娜身患乳腺癌永远的离开了。你不知道的是，因为有很多演艺活动，熬夜排练正是诱发乳腺癌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四，玩手机玩到一点半睡觉。有网友就因为熬夜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体验，突发脑溢血，脑动脉瘤破裂，医生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好在就医及时，最终癌又回来了。看起来平时挺健康的一个人，怎么突然就这么脆弱不堪？卡卡问医生病因，医生查来查去，只查到两个字，熬夜。别再熬夜了，真的会死。2015年1月28日，27岁的女警杨先文因为肠癌晚期昏迷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肠胃没有得到正常的作息，长期这样下去会导致肠胃疾病。2015年3月，中山大学毕业生，刚刚加入互联网公司才4个月的程序师林涛海，因为连续工作48小时而猝死在睡梦中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2016年6月，年近34岁的国内知名论坛天涯社区的副主编金波猝死在地铁里。据媒体报道，多名金波的同事证实，金波工作比较拼命，近几年经常加班熬夜。多位网友也曾在网上分享自己夜的危害，而瑞经常熬夜会丧失食欲，加上我自己还不太爱喝水，最后不仅肾虚肾炎还尿血，而不了吧，熬夜3年多，一年前突发性耳聋，现在我的左耳已经听不见了。我很爱你，我的闺蜜熬夜4年是护士，最后的癌症去世了。匿名3个月没来大姨妈，检查出得了卵巢多囊症，差不多提前闭经，严重可能影响以后怀孕。谁在意我的微笑，长期熬夜造成了全血细胞减少，是血液病中比较严重的疾病。尽管最近几年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，但依旧无法阻挡的年轻人习惯于晚睡熬夜的步伐，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各不相同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熬夜已成为国人生活新常态。2015年公布的全球睡眠报告显示，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为 0.32 分，深夜成为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。虽然0点以后才算深夜，但从内分泌角度来说，23点后睡觉就算熬夜。医学上讲，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都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，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尤为关键。过了这段时间补睡再长时间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，熬夜的危害比想象大。你不放过身体，总有一天身体也不会放过你。用透支生命打拼来的事业有成，真的买不了健康这张单。一、糖尿病。一、诱发糖尿病。内分泌科专家介绍，很多人不知道晚睡熬夜往往会增加患糖尿病的几率。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，如果也经常晚睡熬夜，
会大大增加患糖尿病的几率，就像种子遇到适当的环境一样，很快会生根发芽，二高血压容易导致猝死。心内科医生介绍，有研究表明，长期晚睡、熬夜、睡眠不足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致病因素，这也是熬夜人群患各类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大大增加，容易导致猝死。三、癌症增加患癌风险。人体免疫因子大多在睡觉时形成，长期晚睡、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，出现疲劳、精神不振，易感冒也会不期而至。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，免疫力降低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。多项研究证实，熬夜与乳腺癌、结肠癌等疾病风险的提升存在紧密联系。比如，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，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，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。肠胃不好、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，病情严重还会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，导致肠胃、肝脏健康进一步恶化。四、神经引发神经衰弱。人的交感神经应该是夜间休息、白天兴奋，这样才能支持人一天的工作，而熬夜者的交感神经却是在夜晚兴奋，晚睡熬夜后的第二天白天，交感神经就难以充分兴奋了，会使人没有精神，头昏脑胀，记忆力减退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反应迟钝，健忘以及头晕、头痛等。时间长了，还会出现神经衰弱、失眠等更加严重的问题。五、生育，生育能力下降。正值育龄的男女，若经常晚睡、熬夜，会影响男性精虫的活动力与数量，同样也会影响女性激素的分泌及卵子的品质，也容易影响月经周期。六、眼睛，视力下降干眼症。晚睡、熬夜对眼睛的伤害可不只是出现熊猫眼那么简单，长时间超负荷用眼会使眼睛出现疼痛、干涩等问题，甚至使人患上干眼症。此外，现在很多年轻人睡前还会玩手机，眼疾疲劳还会导致视力下降，长期熬夜造成的过度劳累还可能诱发中心性视网膜炎，导致视力骤降。七、皮肤干易长斑。晚上23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是美容时间，也是人体的经脉运行到胆、肝的时段。这两个器官如果没有获得充分的休息，就会表现在皮肤上，容易出现粗糙、脸色偏黄、长黑斑和青春痘等问题。透支身体，就是在透支余额不多的生命。好好睡觉、好好吃饭，才是你最大的成功。别熬夜，11点前入睡。一栏目大叔 ID Landlord 大叔。二、健康时报网老熬夜警惕突发耳聋。三、健康时报网熬夜比你想象中更可怕。四、健康时报网还熬夜，睡眠不足6小时大脑将被吃掉。五、健康时报网熬夜到凌晨4点24岁小伙中风，熬夜比你想象中更可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